系百周年纪念短途杯准备，好一跳出嚟嘅时候啊，红衣星神快集小巨人快集第三位争分夺秒啊！出边仲有魅力之城，最出就系偏偏啊，内栏粉红亚洲军哥灰马咧就喺尾二位置系50/50啊！咁啊，暂时殿后系嗰只圣德威嚟嘅。好啦，转香港太学院湾啊，前面带头系小巨人啊，跟住第二位偏偏啊，第三位红衣星神内栏第四争分夺秒啊，第五位黄衫咧就魅力之城啦，后边三只军哥50/50啊，包咗落尾仍然系嗰只圣德威嚟噶。好啦，差唔多转弯入直路嘅时候啦，前面小巨人贴栏带头跑啦。跟住第二位就偏偏啊，內欄第三爭分奪秒，第四仲有紅衣醒神啊，第五外邊黃衫嗰只咧就魅力之城啦，灰馬50/50啦，入邊粉紅眼罩軍哥包咗落尾嘅賣聖德威啊，好啦，鬥到嚟最後200多米埋邊小巨人，咁啊見到中間偏偏啊，入邊爭分奪秒上咗嚟，外邊追仲有紅衣醒神啊，最後100多米透出嘅賣爭分奪秒啊，埋邊小巨人，外邊追仲有呢只紅衣醒神啦，灰馬50/50啦，最出聖德威亦都上緊嚟，接近終點嘅時候啦，咁啊爭分奪秒。占先，红衣醒神逐步上嚟，争分夺秒，赢出百周年。